襄城守将唐穗拜见舒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这位是秦国的蒙敖将军，特来迎亲。外臣蒙敖拜见舒公主。蒙将军有礼。公主，行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先行歇息。明日蒙敖将军会亲率人马为宋亲队伍打前站，再由末将护送公主出关。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月公主，小心脚下。终于到了，晌午才从船上下来，接着又坐车，这会儿觉得房子都在打晃呢。妹妹，你快坐吧。姐姐早生歇息吧，明日开始车马劳顿，只怕会更辛苦。妹妹，你也累坏了吧？那你也早点歇息吧。我就住在姐姐隔壁，有事喊我。这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。我这心里乱乱的。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已经不容易了。虽说出了楚国魏后的手就够不着了，但家也就此难回了。有亲人就有家，首先是要活着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你娘亲和举吉就没有白死。等我们跟黄公子接上了头，就该将实情告诉舒公主，免得走得突然让她伤心。姑姑说的是。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我听你的声音陌生。你将门打开便知道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唐妹，襄城守将唐穗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，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四府变，六家乱，
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，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呢。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，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？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将大人与四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你再不走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什么事了？禀公主，两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，现末将已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可是唐将军的堂兄？不错。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挡了致命一箭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她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吗？
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这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夜已深了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是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吓死我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只是这刺客来得蹊跷，死得也蹊跷。我一定让人禀报大王，狠狠地处罚这些襄城守将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这襄城是秦楚交界之地，历来盗匪横行。今日之事，大约也是哪个毛贼被糊涂油蒙了心，闯错了地方。戴瑁姑姑好灵清啊，连这小小边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。奴婢也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就早点歇息吧。早点歇息吧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警醒点好，这下半夜要是再出什么差池，你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当然。你们这队人给我在院子外面牢牢守住，要是再出半点差池，本将军绝不轻饶。是是。